好，我哋今次咧係繼續講到咧係建立愛主嘅心啊，因為好多人咧就覺得好難愛主，即係因為呢個係有人反映俾我聽，佢話你成日都話耶穌愛緊我，哇，好中意耶穌啊，哇，耶穌真係好啊，有好多人聽到咧係覺得好遠啊，即係好似好難達到呢個境界。咁我呢兩次或者三次咧，我係會連續講點樣樣幫大家。有呢個深深感受神的愛，當你深深感受神的愛呢，深信神的愛和能夠投入整個人愛神呢，神是更大臨到你身上的。好，那我就講一講呢，我今次呢領受，其實我留意到我自己裡面的祈禱的，我就有一天呢，我就跟他們說，我說呢，其實我不出聲祈禱的能力更大的，我出聲是為了你的，但因為我不出聲，我的靈湧向神是反而咧能力更大，咁啊跟住有一個就試咯喎，佢試咧個個都要試啦，咁啊就話我有幾種，咁我嗰陣時分開幾種啊，第一種咧當時嚟講啊，分開就係第一種咧就係裏面咧係不斷有喜樂，第一種喎，第二種咧係不斷咧喺神嘅愛中，第三種咧就係我嘅靈湧向神，第四種咧就神嘅靈湧入我嘅心或者我肚腹，咁但係咧我後來咧將佢合併咗做兩種。咁一種係即係第一就係上高寫咗，第二個心態成日都係充滿神嘅喜樂、愛或者憐憫，即係個心裏面成日有神嘅喜樂啦，或者係愛。啊，耶穌真係好愛我哋嘅，耶穌真係同我哋一齊嘅呢個心態。然後咧，跟住咧就有兩種啦，一種咧就係二咧就係個心靈湧向神。但呢樣嘢真係好抽象，我都承認係好抽象，唔係我唔想令到佢具體啲啊，係。真的是這樣，因為耶穌說用心靈誠實敬拜，但很多人來說是很難明白什麼叫心靈誠實，不過我都說如果想接近心靈誠實的禱告，其中一個步驟，如果你去到就是很喜歡神，哇，神真的好了，所以這兩次我是盡量講多一些神的好的東西，哇，神真的好，經常都想神的好，神真的好美善的，神真的很多恩典的，神真的最完美的，所有一切人的好的東西祂都好過人億萬倍的，即係人有咩好呢？全部由佢度嚟，但係人嘅好咧，點都唔及佢。佢係好到不得了嘅。即係如果有個咁嘅人，成日都愛你啊！如果你喺二十歲嗰陣時，跟住有一個你心中好中意嘅異性，又係信耶穌嘅，佢望到你咧，哇！即刻好似觸咗電咁樣樣喎，一見到你咧就好開心。我相信咧，即係假設嗰陣時你未結婚啦。我相信你見到佢你都日日都好開心，日日都見到佢都哇，真係好興奮啦！日日都諗佢有冇嚟咧，一嚟到見到佢就開心啦，好似見唔到佢好似有啲失落感咁啊！即係譬如咁嘅假設啦。咁我哋嘅神就俾呢個咁樣嘅，即係咁靚仔啊，或者咁靚女啊，係更加好億萬倍噶嘛。而佢又係愛我哋，但係好多人冇乜感覺嘅喎，即係呢個其實好奇怪，人咧就覺得有個人愛咧就先緊要，神愛咧就冇乜緊要嘅，即係。譬如假設你係二十歲，跟住有個人好愛你，你就會好震撼嘅喎。嗰種震撼咧，遠超過神嘅愛嘅震撼嘅。即係好少人話：哇，我真係愛神過到不得了，即係好似戀愛咁樣樣，係好少人係咁嘅。但係我想分享就係我太太咧，其實愛我愛得好緊要嘅。我翻嚟咧，佢已經叫我嚟到呢度幾時同佢聯絡電話，跟住佢咧就唔喺大圍等我，佢喺上水等我。佢喺上水等我咧，等我咧就直情就喺上水就落車，佢就架車開過嚟，跟住就可以早啲見我。其實好多時佢接我而家，佢想早啲見我嘅，即係呢個咧就係佢，即係佢對我愛，我亦都係非常愛佢。但係我都會話，我愛神係遠比我愛佢更多，同埋我感受神嘅愛遠比佢更多。雖然我係非常愛佢，即係話都係人嘅愛，但係神嘅愛係超越嘅。但係好多人咧就唔係喎，哇！有神嘅愛唔夠，一定要有人嘅愛。其實你有神嘅愛，你自然有人嘅愛。你多啲愛人咧，你周圍都係朋友嘅。我哋走嗰陣時宣教嗰時，佢哋真係唔捨得嘅，係咁即係總係留念啊，總係唔走嘅。即係啲一夠鐘咧，過咗成個幾鐘頭都唔走。咁咧，但係我哋係好歡喜嘅，即係我哋睇到佢哋真係有心，係好欣賞，好即係好欣賞佢哋，佢哋又好欣賞我哋，係好開心嘅一種關係，係享受嘅關係。當你有呢種嘅愛咧，好中意神咧，呢、這個就已經好接近靈嘅祈禱，一路祈禱啊，真係好啦，哈利路亞，啊，真係好，感謝耶穌，咁咧已經係非常接近。咁然後咧，你種中意咧就總向神啊，好中意你，
咁我有啲時會同人講，嗱你一路講啊，你要有個心湧喺神，哦，多謝耶穌，呢個係起點。但係我嚟講，我而家唔需要用呢個方法。其實因為點解我會得到呢個方法咧，就係當我經歷聖靈嘅時候咧，我就感覺到搖動啊，同埋能力當時有震動，我就發覺一投入咧，嗰種能力就越大喎。即我依家講都係我成身嗰啲肌肉咧，個腿個直情好似箍緊咗咁樣嘅，即收緊咗啊！我即刻感覺能力經過，咁我就發覺點樣祈禱咧，神嘅同在更強。咁我就係咁樣一路咧，就發覺原來用心整個心中意神咧，去感激神咧，愛神咧，神嘅同在就加強啦。咁我就發覺咧，即慢慢就越嚟越專注，能夠個靈嘅祈禱啦。因為我發覺咧。第一種咧就係我靈湧向神，第二種咧就係諗住神湧入嚟，湧入我嘅裏面。咁你講起上嚟好簡單，但亦都可能係覺得好複雜。但你可以試一下。咁我一間有時間，有啲人想試一下咧，有時間咧我可以同你測試一下。即尤其敏感性靈嘅先比較容易敏感到，一唔敏感咧，佢覺得兩樣都差唔多，都或者感覺到咩都冇分別。但如果敏感性靈咧，佢會感覺到嘅，甚至講嘢都聽到，都感受到，一路講都會一路感受到嘅。咁即係你自己去試下，你可以揾人操練或者自己試下，就一路中意神，唉，好開心，然後一路咧，你可以咧愛慕神，咁而有機會去操練嚇。咁我哋23號就會去阿 May Show 嗰度咧，係呢個禮拜五嚟嘅咯，係呢個禮拜五10點係咪？是一個很好的操練機會，因為他們那裡個個都容易經歷聖靈的，是很多都需要釋放，是個個都要，差不多個個都要釋放，是一個非常好的操練機會。所以如果你上班可以的話，請假一天去那裡，好歡迎，是一個很好的操練機會。你如果很想操練，在個敬拜禱告的組我又跟你操練一下，讓你感受個分別。這個是我一個分享。咁有咩聖經根據呢？喺約翰福音7:38嗰度講到咧，信佢嘅人從佢腹中游出活水嘅江河。咁有啲人話：咁呢個淨係講信耶穌啫。但跟住下一句啦，39節就係約翰加上嘅解釋啊。約翰就話呢句説話係指有信嘅人要受聖靈啊，受聖靈。所以呢度講到咧，唔單止係信耶穌啊，而係同耶穌有關係咧，以聖靈好似活水江河。咁所以你祈禱嗰陣，嗱，當你咁做咧，你都可能覺得舒服喎。你日日咁做，主耶穌，你就就好似佢一路湧入嚟，湧入你嘅心，湧入你嘅身體咁樣樣，湧入你個腹部，即係呢個腹中流出活水江河，或者由你個腹中湧向神。你試下，我亦都可以同你大家操練試下嘅。好啦，咁我哋繼續講呢個建立愛神嘅心啦。嗱，我哋比較人同神咧，你比較你就睇到神嘅美善。人係點咧？總有難相處嘅地方，每一個人都有嘅，個個人都有。嗰啲右邊嘅圖畫咧，就係只狗咧走去揾唔知挑戰嘅箭豬啊，因為點樣樣啦？就呢個箭豬又搞到佢成嘴都係，咁佢哋就揾獸醫啊，即係好多都係咁嘅，整咗呢啲之後揾獸醫去幫佢，因為嗰啲針唔係就掹翻出嚟嘅，即係要有獸醫幫佢先得嘅。即係人總係會令人。有困難相處嘅時候，咁如果一啲好啲嘅人就少啦，即係，但內中都會有嘅。喺我一生人中，我都有不同嘅時間令到人唔舒服。咁我聖靈充滿之後咧，係好少嘅，即係我多數都係祝福人。但有時咧，都會有時因為好想個人改咧，有時都會即係心急個頭。通常我又唔會好猛嗰只嘅，但係少少咧，有時人都會受傷害，因為我溫和慣噶嘛。咁啊講有啲嘢想去改善咧，佢聽到咧，佢就覺得。即係我好唔好啦，即係，但其實我唔係咁嘅意思嘅。但係咧，有時有啲人都會受到傷害嘅。但係我哋嘅神比較係好唔同嘅，即係有啲人你同一齊咧，你就硬係咧如坐針尖啊，係嘛？即係好辛苦嘅，總係有啲唔好嘅説話。但係神咧就唔係嘅。90篇14節一齊讀啊！求你使我們早早飽得你的慈愛，好叫我們一生一世歡呼喜樂。就係神嘅同在咧，係叫人飽得佢嘅慈愛，係越嚟越得到佢嘅慈愛嘅。咁但係呢個慈愛有好多人我感受唔到，呢個係需要處理嘅。處理同埋點樣去經歷神嘅愛，數算神嘅愛。咁我都喺宣教度咧，我同佢講：我話你哋有啲人
即係呢度一班人啦，有啲經歷好強喎，有啲經歷醫治，個個都有經歷聖靈啦。咁你經歷聖靈，應該就話俾真係感謝神喎。我經歷無論幾多幾少，都感覺到神嘅平安、神嘅喜樂、神嘅愛。咁你就感謝神啦，神愛緊你，呢個第一。第二，你睇到有啲人咁強烈嘅經歷，或者佢嘅醫治，咁雖然你冇，但係你知道佢係你識佢噶嘛，你知道佢真係有經歷嘅，你就個心好感激神啦。喺呢啲地方，並且要諗到背後係神嘅愛，係神因為愛我哋所以咁做，所以你就啊，神愛我，所以我咁平安。嗱，你試下放鬆嚟啦。你放鬆咧，你一路諗神嘅話，你就覺得好舒服喎。啊，神愛緊我。啊，謝耶穌。你就咁樣諗咧，已經會你會經歷到神嘅愛嘅。你黑埋眼一陣啦。啊，耶穌真好。耶穌喺度愛緊我，陪住我。啊，神嘅同在就係咁喎，咁舒服嘅係咪啊？有幾多個覺得舒服嘅舉手咧？真係咧，你放鬆嘅，一路諗耶穌愛咧，就已經會舒服嘅。即係神嘅同在係令人開心嘅。有啲人一齊係開心嘅，有啲人一齊令你辛苦嘅。但係神咧，令我哋更加開心。俾嗰種開心係高度嘅，同人嘅相處係唔同嘅。佢嘅一齊咧，係令到你深度喺裡面開心出嚟嘅喎，喺裡面感受神嘅愛出嚟嘅。呢個咧就係神嗰種愛嘅奇妙啊！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歡呼喜樂，所以我哋就哇有神真係好。但喺呢度咧，我就想講一樣嘢，因為我想講一個咧，就係因為我哋中間有好多人一路聽我講咧，就話係啊係啊，啲經文講到係，不過好似好遠，因為埋身好似總係痛苦，就有時就會覺得神嘅愛嚟唔到，或者神唔係好愛我，即係或者某啲地方感受神嘅愛，但係有啲地方感受唔到，於是咧覺得神唔愛自己。其實呢一樣嘢咧係。其實我哋個個人都有困難嘅，喺呢度有冇人係冇困難嘅？有幾多人嗱？你用咁樣啦，五度就係最大困難啦，四度就少細啲啦，即係都大啦，三度係中等啦，二度就即係少啲啦，一就最少啦，如果零就真係冇啦嚇。不如你舉一手，到底你係五度啊、四度啊、三度啊、二度啊、一度啊、零度啊？大家而家舉一舉手睇下，睇下，俾我睇下，舉高舉高，每一個都舉高，大約係點樣情況啊 ？OK， 好，感謝主嚇，感謝主都有兩個人見到係零嘅，咁有好多咧都係即係都係好多隻手指舉起，好啦，嗱好多困難嘅時候，好多時人就會話點解神唔愛我？點解神唔幫我？其實我都試過好困難，我試過經濟困難，我試過俾人指責批評，我試過俾人讥笑，因為我成日都來回啊，即係我成日去宣教，我即係我以前唔喺香港噶嘛，喺嗰度本來有間大教堂噶嘛，有兩次嘅，第一次就係被請去嗰個大嘅教堂，第二次咧我自己建立一個中文嘅教會，咁咧係。其實就係、是、即係兩次咧，呢、這個侍奉咧都可以供應我嘅生活嘅。但係當我翻嚟香港啦，再翻去嘅時候就困難啦。係有兩個人同我講嘅，佢牧師你唔係咁走來走去，你就唔使而家求婚啦。咁啊，有啲人聽到就會好受傷害，但係我自己嘅心咧，我即係我嘅心，我知道佢係接受唔到。咁我因為我。其實我好覺得咧，我翻嚟香港係好大嘅祝福，因為經歷聖靈係對我生命好大的改變。亦都有人咧，其實我諗起有三個嘅，即係三四個應該係四個。我就記得有一次，因為嗰陣時我有開新嘅教會，我企喺街角派單張，有個人講翻傳翻俾我聽啦。佢話：你睇下葉牧師企喺街邊派單張而家，即係我係聽到啲咁樣嘅説話。咁有啲人咧，即係佢即係話咧，你以前咧一個大教會啊嘛。而家你又企喺度派單張咧，嚟到開始翻你嘅侍奉啦，即係嗰種嘅，即係覺得你以前有咁好嘅，但係而家咧你又要由頭嚟過。但係咧喺我心裏面，我唔會將呢啲看為我嘅苦難，而係我話神一定會幫，即係呢個係我堅定相信嘅。點解？因為我好多次嘅困難神都幫我，同埋我時時經歷神嘅愛，
係證明俾我睇神嘅愛，即係神嘅愛係一個事實。於是有啲事情似乎睇上嚟唔係神嘅愛，即係人嘅困難、人間嘅困難，我唔會看為係唔係神愛，係即係話唔係代表神愛我，而係有啲人接受唔到，因為有啲人係睇重錢啊嘛，佢睇重生活安定啊，佢見到我本來你生活咁安定嘅，而家你放棄呢個機會，咁嘅時候咧，佢就覺得好似我失咗呢啲嘢，咁佢就會批評，亦都有啲其他嘅批評嘅説話啦。咁但係我心裏面我就話，神愛我就夠，即係我堅定相信有困難唔代表神愛我，即係神同亞當都講，佢話咧，你耕種咧，地會為你長出荊棘蒺藜，即係你會係好多困難嘅，因為自從人類犯罪就會有困難，但係呢個唔代表神愛我哋，呢樣嘢係非常緊要。你跟佢講一次，有困難唔代表神愛我哋，困難可以由人嗰度嚟，可以由環境嗰度嚟，可以由我哋自己嗰度嚟，可以由罪嗰度嚟。但神一是定義祝福我們的，這個信念是很重要，即是神是定義祝福我，就算有困難不代表神愛我們。當如果我們覺得有困難神愛我們，我們就會很軟弱沒有力量的。但是當我們看到這麼多神的作為，或者以前的神的作為，或者聽到別人的神作為，就說深信神愛我，我們就不會搖動，就會企穩。當你企穩一路跟著神，你就有喜樂。在我受人讥笑啊、逼迫啊的時候，我一可以我就喺度讚美神，我又充滿喜樂咯。嗰啲事我又放手啦。總之有咩困難，我就不斷依靠神。但係嗰段時間係即係好多時候喺一個困難嘅情況，唔知道幾時會有供應。但係到了時候又會有供應喎。但係未到嗰時咧，有時又會擔心。但係擔心時，神一定會供應嘅，神一定會開路嘅。神又的而且確係神蹟奇事多次嘅。但每一次我都記住，咁嘅時候咧，我幾困難都好，都唔會話神唔愛我。咁我希望大家都能夠處理到呢樣嘢，即係你諗翻神嘅愛。喺呢度我想問下大家，你有冇諗到啲神嘅愛？諗到嘅舉手。即係喺你身上嘅，你經歷到神嘅愛嘅，請你舉手。嗱，我哋個個都有舉手。你就將嗰樣嘢成日記實。所有嗱，我想問大家啦。當咁啊！你經歷過一次神嘅愛啦，即係神嘅愛嘅幫助啦，兩次啦，三次啦。如果你好多多到不得了咧，咁你就用個大圓圈啦，即係咁樣嘅好多啦。如果你係一次幾次，你咪一次兩次啦。總之好多次咧就咁樣嘅大圓圈，大家舉舉手睇下有幾多次先嚇。哇！全部大圓圈喎，咁嘅神，即係話神幫我哋好多次，但係我哋可能有困難都好多次，於是好難相信。但你可不可以經歷咁多次之後，相信以後都係咁咧？咁呢個就係得力嘅因素啦，就係點樣可以一生一世歡呼喜樂？但係好多人咧就唔係，即係就先阿 Mandy 用個水樽啦，啱睇完冇嗰部分。如果我哋睇完冇，梗有啲嘢冇噶。哎呀，我師兄未信主啊，我邊個未信主啊？啊，佢又唔聽話啊，總有嘅。但係我哋好多嘢咧，嗰啲嘢可以開心，又冇開心喎。冇嗰啲嘢我哋就唔開心。咁我哋求主幫我哋。一生一世歡呼起來，就是成日數算神的恩典，一有神的恩典就感謝神，哈利路亞。這樣的時候我們就整個生命都有力，這樣就神的同在令人享受的，是不是？你有沒有覺得享受親近神是不是享受？有在那裡很舒服。那你記實喎，哇，神真的好的，每一次祈禱都這麼舒服的，每一次祈禱都這麼好的，那你就喜歡神喎。譬如有個人你跟他一起，以前我都不同的人，即嗰陣時我都未經歷聖靈充滿，我有時同啲人傾偈，佢都同我講啊，同你傾完偈好開心。即係當我哋接納人嘅時候，人都會開心。但係而家咧就更加唔同啦，因為唔單止係傾偈啊，係神嘅同在真係會令人開心。咁我哋都可以咁樣令人開心，何況係我哋嘅神係咪？所以希望大家成日記住，成日都話俾自己聽，跟我講啊，神成日都令我開心嘅，我成日都可以記住神嘅美好啊。神的美好就令我很開心，就活在喜樂和愛之中。哈利路亞。下一點即是先比較，就是人容易傷害。下一點，人缺乏真愛的，就是這個不同的圖畫。父母子女真的，父母對子女的愛是真愛的，不過到他曳的時候，有時都很難愛，很困難，那些愛就會有些限度，有些條件，其實都是怎樣數起上來，父母愛總是多過他那些猛疹的地方的。不過子女就很多時候都記住那些猛疹，又忘記了那些愛的。
咁即係話喺父母同仔女之間，仔女應該係好孝順父母，但係咧好多時候又係，即係其實都係好利用父母，就係想啊唔該，我想要買個 iPhone， 我好想買個 iPhone， 總係挨句想買到，或者係機笑啦，人嘅機笑，或者夫妻嗱，當人喺戀愛咧，就真係咧你打風都吹唔甩嘅，咩人勸佢呢個人唔好啊，都硬係黐實嘅，即係其實有好多人我哋以前識得佢。明知道那個人不好，但他總是知實，即是其實個主要呢就不是他真的愛對方，他是想在對方得到這種的溫馨的關係。當發覺對方沒有的時候，他就開始埋怨。所以戀愛其實很多時候不是戀愛，是戀要，經常都要，我要些什麼，我要些什麼，即是戀要，是要，就不是戀愛，成日即係都係我想得到乜嘢，當得唔到嗰時咧，就開始埋怨啦。或者下面呢個係個態度啦，即係嗰種態度咧，令人覺得好似一種唔好嘅態度。即係人係好缺乏真正愛，但係神嘅愛係好充滿感情。西方人書係我中意嘅經文，一齊讀啊！他在你中間必因你歡欣喜樂，默然愛你，且因你喜樂歡呼。嗱，我希望咧大家用啲想像力。想像你見到耶穌嗰時候，耶穌會點開心法？曾經喺其實我喺網上應該有放呢個 Ian McCormick 嘅見證，佢係一個 playboy， 即係玩女人嘅男人。但係佢俾嗰啲比如啊 box jellyfish 一種最細嘅第二毒嘅一種嘅即係啲水母啊。炸中的時候咧，係炸咗五次，一次都會死嘅。佢係炸咗五次。咁但係神咧俾佢恩典，好大恩典咧，讓佢喺未死之前咧，佢係有機會啦。佢就諗起佢媽咪，佢諗起媽咪叫佢你要祈禱喺困難嘅時候祈禱，但係佢又唔記得點祈禱。但係神就將主動文章出現喺佢眼前。咁啊，其中一句就係免我們的債，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。佢話：我成日都饒恕人，我冇乜嬲人喎。跟住神就俾佢出現一個人嘅樣子，呢、这個人咧就係唔肯車佢去醫院啦，因為佢當佢俾個嗰、那個白鴿炸到嗰時咧，佢就好辛苦，佢就爬地嗌嗰個的士司機：唔該，你車我醫院。但個司機只係車咗佢去翻去酒店，抌低佢就唔理佢。然後跟住佢又嗌另一個人，嗰個就係嗰個酒店嗰個主人，走去打麻雀啊，佢就唔肯載佢，但有另一個人咧就。跟住打話就有救傷車嚟救佢，佢就出現呢兩個人物，出現一個又第二個。咁佢話：神啊，你就係想我饒恕佢哋。咁佢就話：如果我饒恕你，你先至饒恕我，我就饒恕佢啦。跟住佢就話：神咧將主導文一句句咧好現實地去帶佢進入啊。咁由佢就喺嗰陣時咧信耶穌，又跟住佢就去到醫院啦。個醫生就打咗針，就叫佢你要撐住，唔可以瞓覺，你撐住。咁咧，嗰啲藥咧就可以幫你抵抗嗰啲毒。但係咧，佢好眼瞓，佢眼瞓到不得了。佢話：我瞌一瞌啦，我瞌完我就開眼㗎啦。一瞌咧，佢就已經發覺自己企咗喺度喎。點解張牀唔喺度嘅咧？一摸下又唔喺度嘅咧，黑掹掹嘅咧。跟住佢話邊度咧？跟住有聲音話 hell 咁啊，就係地獄啊！咁啊，跟住咧，佢就喺地獄。咁咧，但係咧，佢就一路諗耶穌，但係咧，佢就見到個光喺天上，喺上面啦。跟住佢將佢拉咗上去天上。跟住咧，佢就哇，點解後面火湖啊？一路離開去到天上，跟住見到耶穌啊，好光。初頭佢睇唔到耶穌，好光好光。佢咧就喺度，佢見到後來知道耶穌，佢見到手，見到腳，佢見到耶穌。耶穌就問佢。你想唔想留喺度？佢話我唔配。佢話唔配嗰陣時咧，神嘅愛咧，個波浪湧過嚟啊！佢以為神要打翻佢落地獄啊！佢話我唔配，一打過嚟，哇！一打過嚟，佢即刻感受到佢話冇人能夠準備好嘅遇見神嘅愛啊！嗰種愛嘅大咧，係佢從來冇經歷過嗰種愛嘅大。我喺聖靈裏面，我哋會經歷。但係嗰個經歷都係不及喺天堂嘅。而你越個靈開放，你就越經歷到神嘅大愛。你每一次都經歷都投入咧，你就越經歷到神嘅愛。咁然後佢就喺嗰陣時咧經歷到神好大愛，但係佢繼續話：我不配，我又玩女人啊！
跟住神嘅愛又湧過嚟，跟住佢話我又吸毒啊！一路講佢啲罪，但係咧神都佢嘅愛不斷湧過嚟。即係有一日我哋去到天堂，佢就講啊，佢話我哋永遠都唔會準備好知道神嘅愛有幾大。嗱呢個經文，我希望大家用啲想像去想像啊！神見到你係好開心嘅，係非常開心見到係歡欣喜樂，默然愛你，不斷每日都愛你。其實我哋都成日經歷到神嘅幫助，但係總係唔記得神嘅愛。你就記住神係愛緊我嘅，神望住我愛緊我嘅。我太太咧成日都中意望住我嘅。我翻嚟嗰晚咧，佢咧就佢又唔想瞓，佢又望住我。我叫佢快啲瞓啦，你聽日早起身啦。佢成日都中意望住我，佢話你俾我望多一陣啦。人嘅愛可以好大，但係神嘅愛更大，佢不斷望住你。但係我哋冇乜感覺，好多人冇乜感覺。我希望大家記實，神真係好錫我哋，錫到窿曬㗎。一齊講啊！嚟用我啲感情，你用感情啊！神真係好錫我哋㗎，錫到窿曬㗎。另一個事情我見到真的很感動，當時又沒有手機啊影相的，這個很久之前的事了。那時我在元朗，在個車站旁邊那裡有一條柱，我見到個男人坐下，跟著拿了一個袋拉開拉鏈，我以為即是有些人很喜歡做乞衣，那時候呢就一直拉張紙就貼在地上的，那他拉開個拉鏈跟著拿張紙出來，我以為他做乞衣，但是怎知道他拿張紙呢就貼咗喺度，佢就話咩咧？愛女乜乜，我已經饒恕你啦，請你翻嚟啦，我唔計較過去嘅事。跟住咧就話父親，即係我睇嘅時候真係好感動。即係佢個女出離家出走啊，佢就想佢翻嚟，但係個女冇翻嚟，佢又揾唔到。即係個女可能覺得自己好曳、好差，唔敢翻嚟，佢就好驚、好擔心，唔知個女發生咩事。咁佢寫張紙，如果我有手機，我一定影咗佢。即係嗰陣時冇噶，呢度冇噶，冇得隨身帶備影相機噶嘛。真係好，真係嗰個張紙咧，令我即係我都記得曬嗰啲字，大約嘅意思係咁樣。神就係咁樣愛住我哋嘅。我希望大家記得，即係成日去諗啊。咁你就會心充滿咗神嘅愛。即係當你比較人冇愛人，又容易激嬲人，但係神嘅愛係永遠嘅，係好大，你可以不斷經歷嘅。你日日都話啊，耶穌愛緊我，但係好多人我捉唔到神嘅愛，點解捉唔到呢？其實你由自然界可以睇到神嘅愛，神做嘅食物睇到神嘅愛，父母嘅愛睇到神嘅愛，人嘅感情睇到神嘅愛，我哋身體構造睇到神嘅愛，神點樣祝福我哋睇到神嘅愛，你祈禱經歷睇到神嘅愛，好多樣嘢睇到嘅。在聖經看到神的愛，耶穌的救贖看到神的愛，我會逐樣逐樣講的。我們今天就是講到這裡，就是說神會這麼愛我們，並且因為我們歡欣而喜樂。你會不會有些感動啊？有沒有些感動啊？哇，神這麼愛我，我希望你感動不要只是一個聚會，是天天都感動，天天都叫自己，即不是有些人要逼自己的感動，不是逼自己感動，而是神真的那麼好，是不是？是不是神真的那麼好？神真的那麼好，我們就數算祂的好，神就記實祂的什麼好，所有做過的事你的心就整天都感動，你就很容易聖靈充滿，還有你很容易活在神的愛中，你祈禱就很容易達到神那裡。有些什麼回應啊？你的心裡面有些什麼回應啊？當你聽到的時候很興奮啊，興奮啊！係咯呀，真係哇！有個神咁好，係咪好好啊？嗱，我想問你，如果神唔係咁充滿愛嘅，佢咧不過救我哋嘅，如果唔係你就落地獄。不過佢咧係冇乜感情嘅，佢咧係好即係淨係嚴厲同惡。不過咧天堂都好嘅，即係不過天堂就唔好似而家咁好。總之咧就唔係好似地獄咁。你會唔會信佢啊？都要信的，你不信落地獄是不是仲慘？是不是都要信的？是，但是你這樣信的時候是不享受的，是不是？但是我們的神是可以享受的，一起講，我們的神是可以享受的，祂的愛是可以享受的，我們可以天天享受祂的。為什麼不享受啊？為什麼不享受啊？問你自己為什麼不享受呢？為什麼不享受？有什麼難了呢？哈利路亞！嗱，問下自己點解唔享受？點解硬係個眼咧就睇到曬啲問題，成日都睇住嗰啲問題，成日眼睇住嗰啲問題。
硬係睇唔到神嘅大愛。啊！求主幫助我哋，日日都係咁，咁你就容易經歷聖靈。我哋一齊祈禱啊！親愛天父，多謝你，你嘅愛實在好大。主耶穌，呢個世界上冇人像你，有誰像你呢？誰像耶穌？主啊，你真好，你嘅愛全世界都冇，你嘅愛好真，係可以經歷到，可以感受到，可以嘗到，可以幫人經歷。是很真又很强，当我们越投入就越强。神啊，我们多谢你，求你感动我们的心，释放我们的心，脱离所有负面的感觉，所有负面思想，所有的伤害都放手，因为有神爱我，所以不紧要的，所有的伤害都不紧要，不死得，不会真的伤到我们，我们不放在心上就没事了。多谢耶稣，求你帮我们每天都活在神的爱中，日日享受神，天天飽得你的慈愛，好叫我們一生一世歡呼喜樂。多謝耶穌，哈利路亞，有你真好啊！一起說，有你真好啊！有耶穌真好啊！哈利路亞，我們要全心回應神，全心回應我們的主啊！哈利路亞，哈哈哈哈，有耶穌真好啊！哈哈哈哈，多謝你耶穌，多謝耶穌，你真好，耶穌你真好，好到不得了，耶穌你真好，好到不得了，祈禱奉主耶穌聖名，阿門。你會成日跟耶穌講你真係好，好到不得了，好到不得了，全世界都冇。當我哋比較人係真係冇人有些少接近耶穌。所以我們真的活在神的愛中，你一定有力，還有很容易經歷聖靈，你越來越容易經歷。當你每天都感受到神的能力，你都感受到搖動，你投入，你越哇神啊，你真的好，你用一兩個小時，耶穌你真的好，耶穌你真的好，好喜歡你，耶穌你真的好，感謝天父，多謝你，你真的好到不得了，你經常感謝我。你這樣做，你做得久，你自然你的聖靈充滿提升，我們就不會在這種牛鬥狀態，有些人始終在牛鬥境界，未出牛鬥境界，求主幫助我們。剛才呢，葉牧師在這裡講關於神的愛，還有是怎樣去經歷聖靈，就是他的愛啦。那我就整個過程裡面，一方面呢我就大大地去激勵啦，還有是我覺得那個俾佢個感染力是很強，即係覺得是很真實同埋好興奮啦。同埋因為睇到葉牧師佢嗰個嘅分享的時候是很有嗰個 passion 嗰個嘅點講啊，即係好熱情，熱情嘅係啊，有熱情喺度。咁我就亦都可以喺從旁學習到，原來將來如果同人分享信息咧，就可以原來嗰個感情是可以傳遞同埋係咁有感染力咯。但其實同人講信息，其實係將嗰個感情同埋將神嘅愛去即係同人分享咧，嗰個感染力係好強嘅，可以係。咁亦都喺個過程咧，我又嘗試用佢嘅方法去即時去親近神啦。咁其實成個過程咧都係好經歷到聖靈嘅好強嘅同在。感謝主，多謝耶穌。